安格烈堕入深渊的那一天，他用染血的长空为自己送行，告别虚幻的光明，告别导师布莱恩，他在黑暗中找到了真正的自己。手握权柄与力量的安格烈一路向前，就连高傲的巨龙也要匍匐在他的威严之下。当诸神落幕之时，安格烈带着他的军团回到了艾森诺，锋锐的爪牙撕碎了脚下的每一寸土地，魔主战旗过处，只剩死亡而已。我重临王座之日，即秩序崩溃之时，艾森诺的未来由我们主宰。